刀伤脖子，让他脖子这块到了，那我去帮他压一下。好，他血流有点多了。救护人员围在地上，紧急帮这名男子止血。先生听到讲话吗？呀！你干什么了？因为他颈部大量出血，情况相当危急。因为他们喝酒了嘛，那结果后面他们就在这边，然后坐在那个，现在你看那个吃东西就在那边，然后就那边骂人，受伤的这个先骂人，然后另外那一个就不高兴。行凶的人跑了，但当时打得相当厉害，地上还有遗落的眼镜、满满血迹和拿来擦拭的大量卫生纸以及衣服。六号晚上八点多，花莲中山路一间超商，两名男子在超商前喝酒聊天，当时沈姓男子路过被呛，双方开始互骂。沈姓男子情绪激动，竟然拿出身上的水果刀朝郑姓男子喉咙刺下，造成大量出血。行凶后他马上逃逸，郑姓男子被紧急送医，开刀急救后暂无生命危险。你刚去哪里？你该去哪里？刀子拿出来我看一下，来，放在地上。警方在案发半小时后，在一家邮局前找到行凶嫌犯，在他身上找到犯案的水果刀。患者脖子约有7公分的切割伤，有切到小动脉，所以有持续出血的情形。凶嫌因为居无定所，把家当都带在身上，这回因为酒后一言不合，让随身携带的水果刀变成行凶工具，嫌犯被带回派出所，全案依杀人未遂移送侦办。三立新闻吕燕、吴家珍、花莲采访报道。